第十一题，下列何者不是功的单位？功与能是一体的两面，焦耳是能量的单位，也是功的单位，所以 A 是对的。B 呢？牛顿米，做功呢就是力量成位移。那么力量的 F 的单位呢是牛顿，位移的单位是公尺，所以呢牛顿米也就是功的单位是对的。那么我们所谓的功率就是花多少时间呢？做的功有多少？所以功率去乘以时间，功率的单位是瓦特，时间的单位是秒钟，所以瓦特乘以秒也是功的单位，这个也是对的。那么根据 F 等于 ma，我们知道 F 的单位是 ma，所以呢，它就是这边是公斤，这里的 A 呢就是公尺秒平方，那我们再要求乘以一个米乘以一个公尺，所以就会变成它的单位应该是公斤公尺平方除以秒的平方，所以呢选项 D 这里是错的，这里公尺要平方，秒要平方，所以选项 D 呢是错的，它不是功的单位。第十一题问我们说下列何者不是功的单位，我们答案选的是 D，公斤乘以公尺除以秒。